那回到我们画面已经准备好的澳洲的美酒精美师，让每一个人可以莅临享用。那现在我们请我们的艺术家，我们相关的一些贵宾，把前面进行合照，谢谢。 今天的余文周批，谢谢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在现场会有进行现场导览的活动，由我们主持。那接下来呢，时间就交给各位呢，可以到外面享用餐点或者是这次的澳洲的艺术展的展览。谢谢各位今天的莅临，谢谢。 当然了。